算是找到个热闹地儿了，啊？哎，哇，好香啊！哎呀，我要！这几天光顾着赶路。 真是没好好吃过一顿饱饭。这位客官，看来您可饿得不轻啊！那龙门镇第一美食烧脚风味点心，您可一定不要错过哦。来来来，不好吃不要钱哦。Darling，这种乡下面团 ，too bad， 还是来尝尝 Sophia 的。 爱心料理吧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哼，中华料理可不像洋快餐那么没有技术含量。今天就让客官您开开眼，见识下真正的功夫料理绝技。 吃了，玩真格的！啊！哈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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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行了，好饿呀。嗯，简直还差一点点。哇，这两个人真的是做生意的吗？我看是开黑店的。你们这些小啰嗦，